马铃想玛丽了。我演的是九凤，对，你演的是那个凤九，凤九，九凤。来五个字，小彤。收费的。五个字。收费的。五个字。收费员。五个字。盘点王牌里的爆笑名场面。几个字？几个字？你四个字？不是四个字，你这比划比划不出来。比划呀！你不比划，我怎么知道啊？我不比划不出来，这不行。不是，你怎么能？哎，算了算了，不行，过吧。哎，对了，啊，对了，哦，两字两字啊！咱俩昨晚吃饭聊啥来着？我问你为啥干吃不胖？哎，不是聊了跑男一个人。跑男？跑男？俩字？俩字？啊啊！什么？就说坏话那个？我说的坏话那个？对对对，李晨。不是说的更坏的那个，更坏的那个，最狠的那个吗？对对对对，郑恺，耶！道歉，这太近了吧，这俩。道歉，歉，电，歉，见，歉，见，歉。道歉有用。道歉，对。道歉有，道歉有用。道歉有用的话，还要捕头干嘛？道歉，道歉有用，要警察干什么？道歉，道歉了，道歉有用，道歉有用。嗯，你那里面有歌吗？有歌，有歌，有歌，这都能听见。这玩大了吧你？真有歌，哥，啊，行了，有味儿。20岁那一年，我走过中戏的胡同。好几个星探往我手里塞名片，你怎么名片说来跟我们一起干吧，跟我们一起干吧。我这是火锅，你是火锅底料。不要，老子麻辣子，老子算的。那个我作为四川人我不需要说，那个是我的意思。你这是什么东西？这跨度啊。小同志可以就这么倚着，你来，你胳膊放着，不是，你就这样，你胳膊这样放着，可以这么撑着，真的。咋的了？这仨人？不是，从这个地方可以，小同这块可以就这么，哦，这是我就这么可以撑着，这么撑着。人家那叫腰，你们俩就这个一点，那个就是腰，你俩一点见识都没有吗？对不对？我第一次见腰。这么隐晦的提示。向左向前。来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来，哎。我们背对背拥抱。怎么还没打给人跪下了？我害怕。我们赢了，我们赢了，我们赢了。你这真是不故意碰着人家。刚才算打吗？算，你们俩打的太累了。你俩玩的游戏真的是又无聊又有趣啊。参加春晚特别开心，真以为村口搭一大舞台呢，所以我化了一个特别浓的妆。特别浓的妆，我就怕观众看不清我的五官。结果放在电视上的时候，果然不认识我了，果然不认识我了。看看你能认出这是小彤吗？请问是郭科长家吗？你是？我是他的新同事，叫小彤。画了两个特别粗的眉毛，粘了特别长的睫毛，大蒲扇，然后还画了点发际线整个。这才几岁就开始画发际线？问去无人岛会带什么四个字开始？沈。好。沈腾。好。嘿。你们最喜欢读的一本书开始。七。有。记。二。巴比伦王颁布了汉谟拉比法典，古巴比伦王。我，那这个算吗？这是人名吗？
人名啊。古巴比伦王是一个称号，主要说古人咋的了？高姐，你在说什么？我在唱歌，这是高姐向我笑的。红莲的关公战长沙。You know, and know. 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。个人，个人。珠宝中英英是绿肥红瘦。小童说对了。红，牛，滚。等一下，个人是哪个词儿？个人是单词本身，个人是问号，问号，个人。Two, number two. No money. 没钱。有钱能使鬼推磨。Glass， 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。Ten years dream and ten years dreaming， one hundred years dreaming， 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。读读，话题，说成汉语了，5, 6，什么？人五人六啊？人五人六 ，5, 6，5, 6，过五关斩六将。哇哇哇 ！Is good people， 人之初性本善，正确。Chicken， 鸡鸡不鸡鸡。下一个，你觉得王牌家族里面的人谁最不会要求你还那100块？小宋吧。为什么？因为，越老越抠。他说的。艾哥觉得腾哥在未来的日子里边还有什么能再完善的地方？他说没啥好提升的了，已经到头了，已经到头。没错，确定吗？上头是我背都你背，错了就只谈你行不行？我背行。他背就让他背吧，只理你。我背，你背，我背，话撂这儿了，这些。那小宋可以下来吗？只理你一个人。不是，不是你立，不是一个座，你一个座，这是一个座。鹏哥，我背，肯定对的，我背。我背你刚才还整那出呢，还是他，还是他，小豆，还是那个五毛钱的表演又重新给我来了一次，可是这一次是叫什么？此地无银三不两，各位观众。小宋啊，这大学这四年可得好好学呀、啊。好想被淋啊！哟，知道了，哥哥姐姐们会送他一场。接唱，腾哥获得答题权。啊、压根儿不会。哇！
晨宇的三首歌。什么？一个正经的问题。三、二、一，时间到。三首歌，一首都说不出来呀、啊。这么多季了，你好歹听一首啊。